女权主义 Feast。 某一晚，全球女性的基因出现了变异，她们四肢与躯干的肌肉变得异常发达，然而胸部仍然很柔软。她们将以往被社会压迫的怨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，她们压倒性的力量使男性毫无还手之力，成为人类社会食物链的最顶端。然而世上仍然有一群不肯屈服的男性，正蛰伏于深山秘密猎捕。他们创立了名为男斗性权的学派，希望有朝一日将失去平衡的世界拨乱反正。多年来，男斗性权都只能止步于格斗大会的预选赛。直到某一年，一颗希望之星横空诞生。权舍郎因为是个男孩而被父母遗弃在深山，然后被男斗性权掌门收养。在他眼中，女人只是复仇的对象，凶残暴力的可怕生物。这份执着成就了他对男斗性权异于常人的天赋。如今，权舍郎背负着整个男斗性权的寄望，只身参加了这届地上最强格斗大会，向全球最强悍的女性提出挑战。到底胜利女神会向他微笑，还是会对他感到畏惧呢？哎，裁判，这臭男人从哪里来的？全社狼选手术，喂，臭！我果然，不管你嘴怎么样。Ready?真空心动拳，真空心。